我在这儿。Hello， 下班了。好久不见。五点才下课。对啊，五点。你们这课好像比日本学校要多很多，多一些吧？他们感觉好像三四点就结束了，我觉得。我们应该是四点下课，然后五点是社团，但社团也就是半强制的要多讲。上一次我到京都来的时候，是你刚到这边，对对对，刚进去。哦，真的有三年了已经。这边这个贴的画很开放。大阪还是比较开放，我觉得。这边比较亮，拍一下。画面上看到的这位就是板哥，来自台北，曾是台湾一所高中的地理老师，现在在大阪中华学校里教中学和小学的地理课程。但是认识板哥应该有十年，真的十年了，真的是十年了。对，没错，因为曾经在同一所日本大学里短期留学，所以认识已经十年了。这期间因为各种机缘巧合，在上海、北京、香港和台北都碰过面。上次见面差不多已经是两年前的京都了，这一次刚好到大阪，又听说板哥搬了新家，交了新女友，哦不对，应该是好不容易交了女友，所以就厚着脸皮自我请求去板哥家做客，看看哪个女生的眼光这么差。哦不对，忘记这个视频板哥也能看到，重录，是要看看哪个女生这么幸运，因为我们板哥真的是非常优秀、上进、帅气、又爱干净的好青年。板哥记得打钱。分钟到了，这个单程通勤还蛮长的，但是因为板哥现在跟他女朋友住在一起，所以他们就换到离女朋友工作比较近的地方了。长冈天神，这里已经是京都府了，对吧？对，已经离开了大阪了。缺点是这里比大阪冷，冷啊，温差比较大，它冬天比较冷一点。它应该比大阪，我们刚进站前大概第一个不到两度。所以长冈天神是一个市是吗？长冈京市啊，长冈京市。长冈京市好玩吗？有什么特长冈天满宫。大概就是天满宫吧，其他我也想不到嘞。从这边走过去大概到你家有多久？我大概都走七八分钟了。哦，那还 OK。之前夏天太热，我都会骑脚踏车，太热了，骑车大概三分钟就到了。所以你们是先确定的站，然后在这个地方再找，在附近找房子。确定站，哦，只能这一站，然后就在这个站附近找。当时中介也问我说：“你要不要前一站或后一站？”我说：“不要，我一定要这一站，因为这站才有特急的车。”对，我前一站后一站我就要转车。嗯，挑一个好一点的感觉，这个吧。这个吗？你要买固定，那买这个吧。好啊。是啊，这个比较好吃的感觉。真的是类似于团地的这地方。是最后一站。这边住了很多人吧？大概440户、哦，但不是每一户都有人住。就搬大件行李的话，就会比较辛苦，是吧？我们决定选单的。哦，竟然是个团地。嗨 ，Hello， 你好。是他刚在路上来跟我讲，是你们买的房子，我以为是你们租的房子。买的。先吃饭吧。OK， 你肯定饿了，先吃。我还好啊。所以这是你煮的饭吗？对啊。他因为他讲基本上都是你在每天都在家里煮饭。够了，完全够了。因为我比较早回来，我公司就在对面。离得比较近是吧？对。嗯。对，空心菜，然后还有空心菜炒猪肉，炒猪肉。所以你是也来日本很久了、啊？嗯，快五年了，明年三月就五年、嗯。所以你是读书过来吗？没有，就直接工作过来。哦，是啊、嗯。那你以前会讲日文啊？啊，之前2015年有打工度假一年，然后再回去。哦、所以是自己学的日文。嗯，我自己学，然后大学在学校也有选修课。哦，那蛮厉害的。他差不多，哎。哦，他比我早学，我真的是到大学毕业后才开始学。
这个可以吃，这个是鸡肉，我们家给他吃啊，鸡肉应该好吃啊，好吃。我不知道，那你先吃看。我都凭感觉。但你之前煮的都蛮好吃的、啊。所以你们是怎么认识的、啊？是在 Uply 上认识的。哦，是吗？嗯。Uply 就是一般大家都会用的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、欸、因为我其实不太会用。然后。不是那个什么 Tinder 之类的。是的。要付费的。哦，是吗？男生要付费，女生不用。我之前认识一个朋友，初见我们就先叫他 N 先生好吧。啊、嗯。那是 N 先生他算我好朋友，嗯，但是认识几次而已，所以一开始没有很信他的话，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说，哎、欸，你要用要用要用，一直讲一直讲，他讲了我很多次之后，我就好了，不然我就试试看一次，嗯，然后我一用进去之后，我把我资料登录完之后，我发现我不太会操作，然后我就哦看几个人，哦、嗯、就这样子，好像付费跟没付费没什么差的感觉，嗯，然后后来他就联系我，嗯，他连因为忘记了怎么样。你先按我爱心，沒有，是因为他来我这边看，然后女生这边都会有记录，嗯嗯，然后因为我都会特别看一下有台湾人的话，嗯，然后想说通常台湾人都会互加一下，然后他就没有加，我想说这个台湾人是怎样，就来看了，然后也不加，啊、至少看到都互相对方是台湾人，应该、啊、稍微应该表达礼貌一下，啊啊、我才用。三四天而已，我还不知道怎么用、啊、然后我根本不知道功能在哪里，研究清楚，对，然后我就遇到他了、嗯、所以我应该当时买一个月，不要买半年，我买了半年五天就遇到他，可我除了遇到他之后，我跟其他人都聊不来、哦、就是也有台湾人也有日本人、嗯、日本人就仅限于爱他自己，嗯，他知道你是台湾人，哦，我很喜欢台湾，我去过台湾，我哇哩，就这样子而已啊。喜欢吃什么，聊一下。对对对，都不会讲、嗯，就是说很快就没了。对。所以年底他，你要回台湾吗？你不回？等选举再回去。等什么？选举。啊，选举？什么时候选举？那个明年的一月十三号。是春节？还没到春节。还没春节。所以你就是专门回去投票。台湾年轻人这么关心政治的吗？会啊，我觉得会。会还蛮关注的是吗？我四年前也是，但我那次是回去十几天了，所以就刚好选择那个时间，就投票到春节。那你飞回去投票的话，还得要回到台中。嗯。要到户籍。嗯，有点远。但坐高铁就还好了，坐高铁再转火车、嗯、再坐火车，现在很麻烦。所以你们现在你教的是初中的课程是吧？初中的班级的话，我班级是，对，你们上午是上几节课？上午也是四节，下午也是四节，一节45分钟吗？45，对。四节是每一节都不一样的内容？不一定，看那个课表，有可能会有连续，哎，有可能。就是四节是不同的老师，但有人会可能连续排两节。我是觉得学生蛮累的，但是他们可能会来这个学校也有一定的觉悟，就是对对对，多学一个语言嘛。哦，对啊，因为在这边不可能不学日语啊，所以日语也很重要，英语、中文三个语言啊，就会比普通的学校学的会多一些，但是也就辛苦一些，课程会量会大，但是他们。用的那个除了中文以外，还要用中文学地理这种东西。对，当然还有同样的日语，日语版的社会也是用日语上，内容可能会像地理就很容易重复啊，哦，历史可能就会各个国家会有各个国家。所以社会科目除了讲地理以外，还可以、嗯、还会有讲别的东西，历史啊，都是叫社会科。对对对，就是那不同老师来上。嗯，我们现在是用不同老师的方法，以前是同一个老师上，日本的是同一个老师嘛、嗯、然后我跟另外一位老师商讨啊，另一个老师是历史专长的、嗯嗯、那不然就你教历史我教地理好了、嗯、我们就分开、嗯、对，也可以完全分开，可以完全分开。在台湾 我以前是完全分开，你也是完全分开，对，台湾的话通常都是会，但日本是全部合在一起啊，就是社会科嘛，社会科，对吧，社会老师教，他就对对对，地理历史，然后这种还有社会一般常识，对对对对对，公民与社会、嗯、台湾叫公民与社会，但我们学校没有上，因为公民与社会大部分是台湾的社会的东西的内容嘛、嗯、你上了在这边有一点
就即便就像讲法律好了，法律就不合了，嗯、对, 对、啊，不太适用，所以就没有用。对，所以就只是讲一般的地理的情况。地理，对对，我只讲地理。那地理是要也要分地区的，还有世界地理这种。就台湾的，完全跟台湾地理课本一样。你之前有讲，好像有几个学校是跟偏向于大陆的教育。对啊，就是神户中华跟东哎横滨的三所中华学。越南中华学校是横滨，神户和横滨的就比较偏向于大陆的，因为横滨有两间、嗯，一间在中华街里面那间是偏台湾，然后在山上那间偏大陆的教育体系。啊，那它其实就是以前是一个学校，然后后来就两个校区嘛，所以就分开了、嗯。对对对。哦，所以其实都是中华学校，但是其实它的教育体系也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。对对 对, 对, 对、嗯。所以你们班里大家的中文水平怎么样？Okay, 我们班的其实我像这样子跟你讲的话、嗯、他们大概可以听得懂八成哦，是吗？对，但是他们自己交流自己讲话，但他们自己讲话私下讲话一定都是大部分用日语，因为很多在这里还是更加习惯用日语，对，更加习惯用日语。那你上课的话肯定需要让他用中文，我用中文，对啊，我用中文，因为这些东西你再把它翻译成日语、嗯、又对我来讲又是一个、啊、我要先没必要、啊、对对对对，你要让他就学这个东西，除非有一些专有名词，我就会、嗯、就会，也不能说是介绍一下偷偷用啊、嗯，但是我觉得直接讲会比较快。像地理产业里面一定讲到热带栽培业、嗯，那这个东西他们在日本的地理课本里面也一定有学过。哦、然后他是用反复练，对，他是用 plantation 这个字，嗯，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这个字，然后他们说 哦，我知道是什么了，对，就是他们变成用地理在学中文，嗯嗯嗯嗯，对啊。像我们班今天上课在讲季风的时候，嗯、我就问他这是什么风，然后他们就回答季节风，因为日文叫季节之风，他们说哦中文叫季风，对，一定会对，就会有受到这样的影响，对对对对，会、嗯。所以其实他们其他的科目跟日本一般的中学的科目完全一样，我觉得差不多哎，因为数学跟理科我们学校就是用日，就直接找日本老师来上、哦，因为这东西不会因为语言而有差异。嗯嗯，对啊，所以其实相较于日本普通的那个中学，他们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个是中文课，然后呢一个是中文的社会课，然后对，在我们学校就没有了，对吧？中学生是这样，因为小学的话，嗯、所有的科目都是除了日语课，就所有都是用中文上，嗯、包含自然科啊、哦、社会科啊，这些全部都用中文。所以小学主要是中文的，对，因为内容我们学校没有高中嘛，所以他就是到中学完成之后，一定要想办法拉衔接到高中。对对对，中学初中的时候就要去更多日语。对对对，那小学没关系，因为他可以再上中学哦，是吧？小学就培养他，谢谢老宋的。对对对这个葡萄，嗯，对，你们两个人坐的话，我不会同时坐在那边，嗯，对，通常都是我在看电视，他躺在那边看，那你在干嘛？你不看电视？我通常都在房间上家教课，或是你这个也太忙了，我也不知道在忙什么。所以电视机也是他留给你们的，对啊，那也蛮好的，其实，对，就是也不会很大，但是还可以还堪用。我们家的，所以这也是电视机哦。这台是我从横滨，你从横滨保留了很多历史的老物件。最近看的都是他的记录，他是吗？最近看那个 One Piece 真人版吧。啊，现在已经有了。对对对。电灯遥控器呢？这个合适还是很大的嘛？这其实算是两个房间了。对啊，这是两个房间啊。这个是就是另外一个门而已啊。我们两个睡这一间啊。嗯，这间。所以这你们家这算是三 LDK？ 对，三 LDK。哦。名义上是他的房间，但是我会睡在这里，就我会睡觉。哇，你们家布置的都很温馨啊。除了我房间之外都是他。你要出来看一下吗？这里是学校，一个高中。真的超级安静，这边完全就听到那个蛐蛐的声音。台湾是讲蛐蛐吗？你们讲什么？这叫什么？蟋蟀。蟋蟀。蟋蟀。
然后最近买的那个、就是、上一拜买了一个室外的椅子哦，然后就可以把它打开来放在这儿，是吧？就在这边吃，那也挺好的，其实喝咖啡，小日子挺舒服的。就是两张椅子，一张桌子。嗯啊，你平时把它收起来？你这边是仓库啊？啊。你们家这种小东西，就是这种小小玩偶啊，是特别多，是你喜欢的吗？是我的哦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唐老鸭，这不是唐老鸭吧？那个叫什么傻大猫，是以前台湾的一个银行以前送的赠品，然后我把它带过来，然后这是吉普力的，对对对。然后这是我那时候打工度假，然后在长野，然后他那边是就是日本不是都有城嘛，或是一个历史遗迹，嗯，然后他们好像有跟一个游戏公司合作，然后做成公仔这样子，是当地的公仔，当地的。哦、然后那只只那这只不是这个风城秀只是你，因为我觉得它很适合在外面。这桌子也是他之前有的，是吧？桌子是我买的。啊，是你买的？我想说这桌子靠古色古香的感觉，特别的。我找了超级久，终于找到了。我想我一进这个两想着，我说那种那个日式旅馆的桌子就是这样，然后你在上面再放一些那个茶具，就跟那个日式旅馆一模一样了。哦、茶具是他的，他放的。所以他这柜子也是以前有的吗？没有，这柜子也是我买的。也是你买的，对吧、啊？你真的好会搭配啊，真的好会搭配啊，完全就是上面是他的，配合这房间。对对对对，这个。你说那包也是你的、啊？没有，那个不是我买，是他执意要买。我说京都的二手可以用，我说可以用，然后又可以装饰，是吧？二十年才能。你这个很难拎出，除非你要穿那种和服才可以吧？二十年后可以啊。对啊，二十年后很端庄的那种，穿着合适衣服的老太太去出门的时候就可以带。但是因为它很便宜，我们记得好像才买1000块左右，很精致啊。对啊，1000块，然后我们就先买，打开，是所以里面什么？他一直叫我介绍和服。哇，这是装和服的、啊。对啊，这是和服的。但是我都没有，我都有套装上纸哎、欸，这样我要开很多层。那你就看个边儿就行了，不用等个打开看了。这边是没有装纸的。哦，是你告诉这每一层都是你的和服啊？对啊，这就全部都是啊，我收集了非常多，但是我已经花很多时间收集啊。这除了这个不是以外，这个是啊，这个也是啊，是这也是和服啊，这里面也是。你从所以就是这个纸里面包的就是你的和服。对对对对对，哇，你不用打开没关系，我就。但是它包了很多层，从大概要到这一层才看得到吧。所以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也是包的、啊？这是和纸。哇，在这边，这个是。但这一，我在想这件应该是那怎么捐 ？Kinu， 那怎么讲？中文怎么讲？丝的，所以我想说把它包好一点，因为它也怕受潮，然后也怕怎么样。哇，可能这件我想说这个东西，我还以为这个柜子是只是在装饰，原来它是有很重要的用途啊。它是很重要的用途的，对啊。而且专门放的这个，因为这件这个东西，这件最贵啊、哦，有点价值，所以我把它包的比较好。你看我第一件就把它放进来。我其实不太懂和服的价值，有点价值算是五万算是。我也不太懂。我只是会看，因为其实我就是它，因为要靠身形，你身形、你买不到，你除非定做，不然你就要找跟你合身的 size、哦。但很难找，因为它要靠。宽也有影响，长也有影响，所以就很难找。这边是没有折，就是比较便宜的。我们现在这边旁边是板哥穿和服的照片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虽然现在不能展示，但是回头放照片给大家看。他的那个啊，就是他的哈干妈或是和服那个就好。然后还有就是那个袋子，绑腰带啊，还有那个给大木屐这种哇。然后他还有这个东西，好专业啊。穿那个外套，然后还有这个就是挂，然后 Haori 的话它会有一个绑起来，就是这个 Haori Himo、哦、我这边有好多个、哦、对，就是看你的外面那个搭的颜色可以任意搭。他很想介绍他的灯，让他讲、啊、这个灯哦，没有，这个灯是我在京都的市集买的，然后它是手作市集，很漂亮啊。对啊，它是那个盒子，然后是一对退休的那个老夫妇，然后他们住在那个阿亚北京都的山区、然后他们就是说做这个灯啊，一个要花3天，
因为它这个纸是两层，所以它那个要先刻那个纹路啊，然后它这个每一层都不一样，然后后面是枫叶。哇，这个枫叶真的很漂亮，这个，对啊，尤其是灯光一照的话。对啊，然后我秋天我就把它摆过来。旁边的纹路，哇，真的挺漂亮的。对啊，然后它每个灯都不一样，然后所以基本上都不会有重复的。哦，是吗？对，这个挺好看的。然后还想介绍这个，还有什么？在台湾的那个大道城买的，就是现在这是大道城那个花窗，玻璃花窗，然后它有很多种纹路。哇，这是哦，对啊、就是，这很像是以前老式玻璃那种感觉。然后它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在生产这种玻璃了，所以它就会把老旧的玻璃，然后重复再利用，然后做成这种。其他的店啊，或者是什么这种的，哦、用玻璃装做其他的这种装饰，对，然后是花器啊什么之类的。哦，因为我觉得其实挺好看的，真的挺好看的。因为现在没有这种，比较少这种花纹。对，哦、这其实挺独特的。对、你是挺喜欢这种小的设计感的东西，对，是吗？啊、哦，这次回去，然后我弟他们给我的，因为他们好像就是他同事送他一组茶壶，可是都没有在用。嗯、然后因为我很喜欢泡茶。嗯，然后我又把它 拿来泡茶，因为我喜欢喝茶啦。嗯，常常被人家说老人。然后就觉得这组就是茶杯还蛮漂亮，因为它有故意做这种纹路，你觉得蛮漂亮。那我就把它摆在这边、嗯，没有喝的话摆在这边当装饰也可以。挺好看的，其实，嗯。嗯你们家这种科虽然都很多的小东西，但是每个小东西都是花心思的感觉。那时候买那个灯的时候，然后他送我的，他也是用里面是盒子，嗯，然后这是他也是好像用剩下的木材，然后把它做成一个就是有点像收纳东西的，嗯，收纳盒这样。上面是蜻蜓是吧？对，蜻蜓。哦，它就是有很多花纹，然后他就叫我选一个。这也挺好看的、啊。对，我觉得蛮好看的。真的是，这是布料做的，外面是 布是吧？然后里面是盒子、啊。哦，所以它就是收纳盒。对，收纳盒可以放一些什么首饰之类的。摆到这里比较适合它。嗯，其实挺好看的。对啊。但是你们家这个东西这么多，得收拾、擦擦擦擦擦什么整理的话，要挺花时间的，否则很容易积尘土在上面。对对万圣节的，它每个季节都会换展。哦，就这边的每个季节是根据季节不一样放的东西不一样。还有僵尸，就是台湾的农历七月都是鬼月，嗯、就是会有鬼出来这种中元节、嗯。竟然还有僵尸的这种娃娃，对、啊，那是春节的，就是圣诞节各种展。所以这个娃娃很有名吗？还是对啊，日本的杯原子，然后因为台湾后来就是杯原子也很流行，就是。小只的其实原型是，所以都是挂在杯子上的。对对，然后台湾故意把它做成这么大只。台湾限定版，哦、然后就这是台湾的，这是中秋版的，那时候在台湾特别急，然后把它带过来。所以它这个是抱了一个月饼是吧？对，月饼。我就想说这是个，啊，所以到中秋节的时候，这个、东西就出来了。对，我就会把它摆出来。对。底下那是抱了个苹果，不是，是烤肉。是烤肉台湾很爱烤肉，所以这种风格是台湾做的，是吗？对，就是台湾那个 Seven Eleven 的咖啡。哦，所以这些都是台湾限定的，是吧？哦，这个是日本的，我在日本那边还有啊，都是同一个人。太多了。集装箱的盒子嘛，可是它可以装这个之前东西啊，这个之前挺那个流行的，好像。对啊，然后我现在都拿来装，每个都拿来装一些小东西啊 ，JR 炉的，每个都装很多东西，所以要找种。哎，在哪一个箱子？在 JR 炉集装箱，在西农的集装箱里面。好，辛苦了今天，下次你们到那个东京来再来找我玩。好，好。被我耽误了半天，你们回头啊，不过你还可以明天休息，他还得明天上班呢。哎，下次再见，嗯，回头来东京玩啊。好。嗯，拜拜。这个不要锁。这边我们去长岛一定要走第一层。右边是吗？现在19分，25分的车，还是挺紧张的。对，因为还要走空调过去。对啊，但对面应该就是车站了吧？对，那个就是个车站了。啊，那就还是来得及的。来得及，来得及。刚刚跟板哥过来的站是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线来着？啊，那是板机的线。这个是 JR 的站。对。JR 站的稍微远一点点，对吧？嗯。还是我们俩走的比较快。
休息一会儿就到了，你赶紧回去休息吧。860元，对，比较麻烦。哎，往那个25号，京都米原方向是吧？好，我先进去啊。辛苦啦，拜拜。回去休息啊，早点回去休息，拜拜。When I find myself in times of trouble, Mother Mary comes to me, speaking words of wisdom.